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玩乐主播郭瑞荣，今天要跟大家讲个好消息哦，就是我即将要参加 KKday 募集日本韩国最爽试玩员的活动啦。听说啊，只要参加这个活动呢，你就可以免费玩日本跟韩国30天哦，哇，真的是爽翻了耶！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从小本身就是个哈日族，而且呢，我从国中2年级就开始学日文哦，前前后后算起来，应该去过日本不下50多次了吧？通过日文一级检定的我，绝对可以升任这个职位的哦，最爽试玩员。那么其实呢，我曾经也参加过这个 KKday 的行程哦。那么我之前呢去了东京，去了这个机器人餐厅哦，哇，里面真是嗨爆了。因为你能想象吗？变形金刚、哥吉拉、摩斯拉全部在你面前，哇，眼前大乱斗哎。而且如果你是本身是动漫迷的话 ，AKB48 有没有？在这个机器人餐厅里面也有30多位的年轻辣妹，就在你面前热歌劲舞，还会跟你击掌哦，哇，满足了很多宅男的幻想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如果我能够当上这个日本最爽的一个试玩员的话，哈哈，我一定要再去造访一次这个机器人餐厅。好，话不多说，希望呢我能够顺利当上最爽试玩员喽。